一直都是说我们叫外卖，然后通知物业过来给我们上面送进来。我现在就跟你说，我现在消毒了，把它当垃圾弄掉，好吧？为什么？那我们吃什么？这我不管。你现在消毒，我只是说把这消毒了，我把它弄掉。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做事一点都不考虑后果呢，对吧？那我们从始至终都是很配合的，对吧？那我们能找麻烦，知道吗？怎么要我们给你们找？不能点外卖的，你还要点。我们什么时候给你们找麻烦了？那我们吃饭没饭吃了，那不叫外卖的吗？你先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可以吗？你先等一下可以吗？我说你先等一下可以吗？我现在一个我们没有菜了，我们现在一点菜都没有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的晚饭，我们明天早饭、中饭，我们不知道。我现在给你告诉你，这后续你在网上面反映，跟谁沟通协调也好，好吧？我跟谁沟通？就是你把我这个东西拿走以后，你要告诉我跟谁沟通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你拿走以后没人沟通了，那肯定不行。什么？那你去说，你就跟他们反映吗？我这边做通知这样的，我现在拿走了。那你收到谁的通知？这种情况跟你说一下，今这边不能点外卖，拿我叫外卖给你拿走就掉。那你跟你说这个问题，强子，我那你收到是谁的通知？我都跟你哥说过了吗？谁的通知？兄弟。